蒋磊九年出生，在贵阳市淮南乡失踪。时间是1998年六月，杨峰02年出生，在贵阳市青山校区失踪。2006年九月，吴鹏飞79年出生。在如皋离家出走，时间是1997年七月。薛玉浩04年出生，在眉县下土岭村失踪。2006年12月，赵亚楠89年出生，在泰安东平西关失踪。时间是1993年三月。郑楚泽98年出生，在汕头荆都深山失踪。73年出生，在四川成都失踪。时间是1997年五月。何鸿燕80年出生，在随州兴和村离家出走。2007年十月。徐伟立89年出生，在台州职业学院出走。时间是2010年五月。赵昌黎74年出生，在山西太原离家出走。2010年六月。出走时上身穿灰色衬衫，前面一件红色背心，右眉上一个一脉力大的八字，门牙较大。胡卫星57年出生，在苏州市离家出走。时间是2010年六月。周玉婷82年出生，从武汉市离家出走。2010年六月。唐湘琴74年出生，在徐涌县分水镇出走。时间是2009年十月。卢元峰69年出生，在广州越秀区失踪。2010年七月。赵金81年出生，广州与家人失去联系。时间是2010年五月。是同时披肩发，戴好双手肩膀，期待精神分裂症，拥有说不出难话，身高1米6，体型较瘦，唐月仙，身形高大，下半身高。